哎呀，咱们需要点什么？这不是我看见了吗？这不是，沙大厨最霸气的是啥也不拿，拿一盆饭，炒饭。沙大厨，你在逛超市呢？选食材呢？呀，哎，我这有点东西啊。啊，虾仁儿，带鱼，这什么？虾仁带鱼炒饭。鱼我就不做了。嗯，太简单了。哎呀，肉肘子今儿也不炖了啊。肘子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，肘子。 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压力特别大，咋了？因为人家四个呀，业内完全都是对，人家职业的，不对，我跟人家在一起做，我这今天压力太大。这有什么好压力大的？我们也没指望你赢呀。我心里想，哎呀，沙哥，我看你现在慢慢悠悠的切，我有点看不下去了。嫌我慢了是不是？ 那你就找一个人帮我把这个切成丁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你让那么大的，大厨，你让我，行，我速度有点慢，您帮我把虾切一下就行。天哪，沙哥来这么大个大厨，你就让他切虾？啊，给我，你让他切虾，切成粒吗？粒，好的。哎呀妈呀，哇，那我这必须得赢啊！ 我这沙哥，你再不动手，他切好了都。可以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好的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完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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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都没好意思，其实他没切够，我不好意思让他切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自己来吧。哦。 给你找点那个什么叶子啊啥的，要不上面白一白，上那边偷点儿。来，走走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走吧。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特邀品鉴官沙大厨也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创意料理，掌声有请沙大厨登场。 大厨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能吃吗？配菜，配菜，啊，摆盘，摆盘，摆盘。您说说，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我只能起名就叫"老爸的炒饭"吧。那这个"老爸炒饭"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特别之处就是，其实里边有很多的配菜，肉眼可见，里面有黄瓜、红萝卜、玉米、香菇、虾仁。哎呦，这么多！ 蛋，嗯，里面充满了最平凡的食材，但是有最真诚的心意。嗯，真的有一股我爸做饭，有爸爸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你看林依轮老师咔咔咔的就吃下去了。不是吃完了，必须得捧场啊！到点了，快快快快，好香啊！看看我的勺垫子怎么样？笋炒肉，笋炒肉，笋炒肉，可以靠谱。 好吃吗？我来吃一口来。你们坐着，等一下是要给九个人吃的，你们吃完了，九个人没。煎九个小牛排，搁在九份炒饭里就行了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好好好好。这样大龙，你这个菜可以拿走了。很好吃，哎，我做的，真的还行。这道菜，但是毁了你们。不是你吃那个肉，肉没熟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我打蛋吧，我打蛋，别打蛋，先别打蛋，蛋留下。 不知道在干嘛。哎，我先打个单颗蛋啊！别打，别打，蛋先别打。那我来干嘛？哥快安慰我。啊，你好棒哦！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！要多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OK，饭饭饭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没勺子。哎呦，你用那个勺。今天其实。 咱们再多做一个吧，好吧，做个尖椒肉丝。我能做点什么吗？那个面，你看现在面熟没熟？青椒怎么切？我会切，我会切，我会切。这样，然后再这样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再切一下，差不多。
要真的要再切一点，真的要。九个人呢，浩然，你想想。你们菜都切好，肉都切好了，告诉我，我开始点火，然后什么？我你炒饭。九个人啊！哦，哇塞，我这边这边切，疯了，这超级好吃，超级好吃。浩然，我来切姜吧，你把这个肉用生粉那个抹一下。生粉抹？切火了。对，我不太会用生粉抹。我切火，我切火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 有盐吗？多来点。有盐。一直捏，就这样上下就抓它，浇不够，浇不够，对，你会很黏，就一直捏这样。好吧，再放回来。 全部，哇！爆炒，厉害！哇！爆炒，哇！哎，太气人了！我来做个炒饭。哇！好，来吧，来肉。 哎呀，很香，看着。哎，轻一点，慢一点，这个。洋葱要不要？洋葱，这个炒的可以哦。30秒，哇哦，快可以了，就这样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零到，好，关火。 就是我们北京人啊，爱吃拌面，我妈就老给我做尖椒肉丝拌面，所以这是家的味道，这是妈妈的味道，希望你们能够从我们这里体会到家的味道。我们摆盘非常有心意，是个爱心，让我把它弄个爱心，希望把爱心传递给你。哇，哎呀，没想到我们的菜有这样好的，就能量满满的。 大老师，哎，我们这个呀，叫做绿色的风采啊，因为在我心目中，只要有绿色，能让这个城市变得绿色多一些，才是真正的风采。看这头发，对对对，我来特意把这个头发染的也是你们觉得颜色，所以说你们的风采是我们心中最亮的光环。谢谢你们，哎，下面是这道春笋，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春天，因为春天永远让我们非常感到幸福，好吧？好，春笋。 春笋，那个菜叫爱的奉献，叫爱的奉献。<笑>其实爱心这件事情谁都有，但是你们的奉献精神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爱的奉献。学艺不精和一窍不通，两位少侠最终用自己的实力向我们证明了什么是。<笑>给你介绍一下，就是哎呦，郑哥。 郑老师，哎呦您好啊，这酒量，听说您这个烤肉很美味啊。这个哎，回北京了，给您安排一下子。<笑>哎呦，我就爱吃糊的，我就爱吃糊的。傅老师，您爱吃那个黑黢黢、焦黏的那个。是吗？是吗？漂亮，咱不畅谈了，就这我盆面。你告诉我，这是一盆呢？这一手一呢？ 缩米少面呢，咱还开得了业吗？今天，<笑>所以很想知道这个要加多少？其实差不多。然后这个是放多少水够呢？一点点。看手感。手感面。郭老师，我可开始倒水了啊！你跟我叫停了。可以了，先和着，慢慢和着。哦，慢慢和着，行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和着。 太难了，着急，慢慢和啊，别跟面粉打起来。我知道，不能再打了。相信明天你会成功的。好，没啥变化，朱老师。那再别加多了啊，因为手心还出汗呢，一会儿。这个面还带着那老秦的汗味儿。
还带着我的味道，哎呦！你干嘛去？我加点水啊。奶，哦，我差点就加多了。你看看，周老师，好像水放多了。别，别裹。那怎么办啊？哎，再加点面吧。那行，那这样，我揉会儿，我感觉实不行了，我再给你打。行，你先摸索着吧。我挂了。哇，稀了怎么办呢？加面。面加多了，加水。那加水。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稀了怎么办呢？加面。这一袋面啊，一会儿就没了。弟弟，你真的你悠着点，一会儿真的活出一盆来了，你这只能蒸馒头了。来点馒头也行，是吧？对，我们真的可以吗？给自己点信心，老秦，你一定可以的。这面应该是行了，搁点江小白。可能是我不能吃辣，完了。但是说实话，就是你要不觉得辣，应该就不叫辣，因为他们这儿我觉得太能吃辣了。爱心早饭，我先煎个小肠试一下啊。我觉得女孩啊，有时候谈恋爱真的把男孩是不是当小宠物了？男孩真的会喜欢这些面包什么乱七八糟的吗？食物的外表真的会给人以错觉，感觉好像很好吃，其实都不如一碗肥肠面。早上好，莲姐，早上好。早，你快选一个地方坐吧。搞个抄手，那我认为抄手真正体现功底应该从包开始。贾大姐，哎，不知道要接多少，我接这么多不够，不够。对，谢谢。所以你是不会做饭是吗？早啊。Hello， 早啊。早上好。你会做饭不？还好，还行是不？对，能做一点。这是馄饨吗？嗯，做的不错呀。不可能，在安慰我。你那有点假了啊！怎么做的不错？水打开，然后往里一放。哇，像个米其林厨师。打鸡蛋而已，鸡蛋。这么客气干啥？没事，还有点像个熊，挺乐观的。还有点像米其林贾大厨现场给你割一个小熊好吗？
你们俩好像很闲啊。等等，你的那个再得那什么，你倒点冷水进去。这个还要吗？不要。那我放我的三明治上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给他等半天来这趴活来了。我要燕麦的，告诉你，其实燕麦的好啊，加一点那个果仁会特别好吃。如果我把这个果仁也摆一颗心形，怎么样？咱们就做到底。我给朗朗个暗号，有画腹饼，他就知道是我，因为我特别爱吃画腹饼。火行吗？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火没问题。你先把水倒了呀。好。那边蒸鱼，那边。好。那边已经火已经着了。直接把鱼放进去就可以。好。龙，我现在要干嘛？哪个火行了，你就炒你那龙虾。好，先把油倒里，现在先倒油。好，多倒点。龙虾吃油。好，你去放蒜。要油热了再说。对，蒜。大料，花椒。好。不是这个。大料。这个啊，对，还有花椒。这两个。对，都放了。都要放的，对，好，辣椒，对，好，香叶也可以啊，好了吗？油得热了才行，等一下，还没开呢，你不行就等一会儿让比比上，那我干嘛？我还可以干嘛？我这样，哎，你会切吗？我切就行了，把红辣椒切了，把红辣椒切了，好，一会儿那鱼出来了，点缀一点红色的，好看，好。切丝，好，别急啊，不急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切到手指哦。普洱差不多蛋打的可以了，你能去切点配菜吗？再放点木耳。OK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哥，你一会儿把配菜炒一下。哦，对，炒一下。哎，宝贝，这个没做熟呢。做蛋饼的配菜要先焯一下的。是吧？不是先放的吗？要先焯一下是吗？对。那就做两款好了，一款是这样，一款是那样呗。两做两款吧。做两款呗。第二组，最后十秒。我炒了，我好棒啊！我打鸡蛋了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走。三组压力老大了。生抽，加点盐，加点米醋，提鲜。看比比以前唱歌之前是厨师是吧？行了，我们没问题了，我们。哎，这个味儿是对的，这个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来，哥，你可以炒肉了。可以再多炒一会儿。多煸一会儿啊！对，煸香，把它煸软了是吧？辣椒的味儿给它煸出来。对。尝一下咸蛋。不用尝吗？哎呀妈，老厨子了，这是鸡精啊！稍微一点点，提个鲜。好，可以了，再炒老了。OK，
搞定搞定搞定。行，差不多可以放鸡蛋。啥变了啥变了？走了吧，走吧。Oh my god！ 我是接回来的，找我。小心小心。不好意思、啊，不好意思，是正常的，是正常的。哎，葱啊，我忘了葱啊。还记啥了？是真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它要香。看，色香味俱全。好厉害呀、啊，我们很棒。